做什么项目？你不告诉我们，师傅，你快说，你先说，你做什么？赶快说，别来这，我们这儿等你，快快快，我就不是这，快，啊！住嘴！闭嘴！先闭嘴！你先闭嘴！哎哎哎哎你喝了点酒，跟个疯子似的。别转移话题，是什么？现在清醒了吗？我现在清醒的能立马做一套高考试卷。行，自己看吧。所以你又骗我吗？不是你到处说我有两手准备的吗？但还真被你猜对了，好项目就那么多，附中就没了，想让我让资源，不可能。你就这么答应了？计划表都发给你了，照着做呗。你能不能不要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啊？你真的要答应啊？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你能怎么样？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啊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你平时看不起这个，看不起那个，怎么稍微碰到硬一点的你就不敢上了？生气有用吗？必须。基地是你的，蓝关的项目也是你的，你有权利拱手送人，我也有权利退出。下下周是期中考试，我们比一次，如果我跟老高的 C 语言成绩超过了你，你们实践基地并入到我们兴趣小组，你听我们的。那要是你们输了呢？那我们就解散兴趣小组，教室归你了。朱月，你给我看看你的。看不懂就别硬看，嘴憋坏了。几个意思啊？洗白了？金毛掉色了？我要跟你说正事。走，出去聊。什么出去聊？就在这说，两句话就说完了。你为什么在我页面说那种话？什么话？算了，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，跟大家解释清楚，我们根本就不是那种关系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既然我们不是那种关系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被大家这么看，你很高兴是吗？是啊，谁是你表演嘉宾？你问过我？